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在解这个方程式的过程中哈，下列哪一个步骤发生错误了？我们看哈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哈，他是把三之二十 x 移过去的，所以是三 x 减掉三之二十，这没有错，等于负三十，这个没有错了。它变成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什么哈？是这里合并的，合并就是那个三分之九减二十嘛，九减二十刚好是负十一，这也没有错。哦，这两项合并的话等于这样子，没错。啊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哈，这个就错了，这个是两边哈同除以三分之负十一了，除以三分之负十一，而不是除以十一分之负三了，所以这个步骤错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不用看了，所以呢，答案应该要选 C 啊，哦，答案选 C 啊，所以哈，从这里到这里呢，错掉了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